今天是我们骑这辆电动三轮车赶往淄博的第五天了。现在啊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潍坊的临渠县，正好这边有一个大超市，现在正好11:30，我们啊买点菜该做饭了，已经两天没做饭了，今天做饭吃，吃完饭啊，我们给我们的电车充好电之后，看看下午要是不下雨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出发。这个超市还挺大的啊。买两个西红柿，然后我们做个西红柿炒鸡蛋吧。这个西红柿我觉得绝对好吃，比我之前买的任何西红柿都要好，里面就感觉就透着沙沙的那种，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西红柿差不多，而且很便宜啊，价格才2.99元。总共是3.08元，3块钱一个西红柿，1块钱。兄弟们，这里有一个党群服务中心，我们拿着我们的水桶到里面接点水，好做饭。啊，这边有个水管，正好在里面接点水。水已经接好了，可以找地方做饭了。找地方做饭、啊，兄弟们。找到了一个新建的这种房子，然后呢这边正好这一个没有门，我们今天就在这里面把饭给做了，但是呢这个就是有点小，但是也足够我们用了，还好里面也没有奥利给。我们就在这一块把饭做了，而且这里面没有风，外面呢现在又下起了那种蒙蒙细雨啊，很细的，就像牛毛一样的那种细雨。兄弟们，这边这个也挺大的，而且这里面很干净啊，也没有什么奥利给。这个虽然有门，但是这个门没有玻璃啊，直接就可以出来。啊，我们是刚才是在那边那个小的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有门没有玻璃的。啊，那我们不如就搬到这边，这边也宽敞。这个门也能开的这个门，它只是现在好像没装玻璃。我们就在里面做顿饭。这个房子啊，你看它这个屋顶还是很高的，就在这里把饭给做了吧，然后把我们的小车给开过来，看这边这个怎么样啊，这边这个也可以啊，兄弟们，也是很大的，也很干净啊，没什么奥利给，而且这个还有20层，还能上去，非常的不错啊。我们昨天晚上就是在那个位置休息的，就在那个位置。好了，已经把我们的小车开过来了。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房间做饭。我看它这边有点烂木头，我们捡点看能不能烧一下。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人家用的。这个好像也不行，这是人家塞沙的。我们去那边捡一点烂木头，这边应该有。那个毛毛细雨再配合的那个风，感觉好冷啊，虽然我现在穿了一个小棉袄，但是感觉还是冷，因为前几天我把秋裤给脱了。这个是刚才在那边外面捡了一些烂木头，今天这么多应该够我们做一顿饭的，我们今天就做一个米饭，做个西红柿炒鸡蛋也行了。
这个会比较湿，不知道好不好做，估计烧的话烟会很大。上面干了，我干完了，看看，播放，播放。在哪干活啊？在哪干？我不干活，没干活，就路过的。不干活你干什么？你这弄什么？啊？不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玩儿。啊？玩儿。他录视频。录视频。搁哪录？搁这录。啊？搁这录视频。啊，对。你不干活啊？干什么活？干活干活。是干活又挣不到钱。你店这是烧油的怎么干的？烧电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装修。装修外围。啊。铺这个路啊？哎，铺好了。要没铺会怎么着？钱，我得钱不就行啊？到时候不是开火了？那个有关系。那个板儿我刚剪过，那个不行。什么？那个板儿那个劈不动。我这个脖子放进去劈不动，不好劈。要咱们给你两个房子劈好的。我那屋里有房子，拿两个房子劈。房子啊。什么时候走你这？啊？晚上去哪？昨天晚上我就在那旁边睡的。就喜欢自由一点。嗯，自由。哎，没看上班，没看上班能充电。就去充电桩了，那些有电的地方给人家一点电费，哎，一般的不是。那你我给够了。啊，行吧，能充吗？啊，能充吗？哎呦，不能充，我充啊！你要现在充，充不会充。正好我车没电了，这两天一电。来，车没电，充吗？等我做完饭，吃完饭，你几点下班？我不今天不干。啊？我今天不干。今天不干？啊，我做好点活。那可以，太感谢这个大哥了。啊，没事。你吃饭了吗？你要没吃，我多做一点。吃过了，我刚吃过。要不吃过，我给你吃。我点没我也不吃你的。我这个也就充两度多电。你啥都点，不点也不用来要一下。感谢大哥，感谢了。赵总。啊，你是哪？我是菏泽。菏泽。那离得不远。我到时候我可能也去菏泽转转。啊，我这两天，我今天在那待一天。你哪个都去，一天都去多少？一天100公里。也不是，也从云南大概，我是从那个日照南山跑过来的。从日照来的。啊，日照。啊。你要今天在这住，明天要哪去？参加吗？明天去淄博。明天去淄博就。啊。淄博不是现在那个烧烤很火吗？啊，你干烧烤？我不干烧烤，我就凑个热闹去玩儿。旅游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全国旅游。我现在夏天我就往那个东北走，天热了我就往海南走。啊，到时候还想去个西藏啊，新疆啊。你都去过？还没去呢，我准备就骑这个车去。就骑这个车。不然这里不要打工，就是说对。以前我也打工，以前在工厂里面。上班感觉上干一辈子也没啥意思，所以就出来不干了，不愿意干。了解青年了，搞这个，嗯，搞这个才有不到一年了，不到一年了，速度大概就是40嘛，快倒不快，但是我这个赶路没关系，慢一点点，慢一点，反正到咱们是拿不到，你这个是按天来的。4-5度，那可以啊，也行。你在工厂里面上班舒服吗？对了，我这工厂也不要我了，我工作15度多钱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个精神状态挺好，精神状态挺好。我一天就吃一顿饭，一天就吃一顿，你不饿了？早上不吃，晚上不吃，你不饿了？习惯了。习惯就不错。这个差不多够不够？给你拿个房拿房呢？应该够了吧？那里面还有一点，但是就是有点湿的。一个房子干的就是。
在那边建成水道建电锅。我就是建那个那边有个坑，我在那边建。地主领导往那提啊！啊，谢谢大哥。啊，你们有太阳板。啊，下面有个太阳板啊。他他妈的晒太阳，他在一个屋里在种呢。啊。然后一般我不着急赶步，没关系。这个住一天两天就这，你上哪学就这，房子就是在哪都一样。哎。但是这几天可能就赶步赶的比较多。我好像刚刚刚走没来啊。啊，没来。不，你赔了个给钱吗？现在就给钱。现在不给钱。在哪会给钱？不是，他现在开了进步之后，我还得剪辑，哦、剪辑之后发到那个平台上，一天发一集，一天就跟电视剧一样，每天发。啊、哦，一天发一集啊，一天发一集。你不搞整网密码再怎么？我先洗完之后，我再连好。是吧？嗯。可是他这个麻火今天没弄。那这电脑房子好吧，你赶紧弄上来是不是？我一会儿我批吧。你没吃饭吗？你以前吃这饭不错呀。习惯这样。那这一天因为早上起得晚嘛，早上起得晚可以早饭吃。你晚上不能天天在睡觉吗？中午，然后中午再吃的晚一点，再吃的多一点。晚上就不用吃了，晚上如果实在饿了不行了，晚上弄点随便吃一点零食。零食。